观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我是记者张蔚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党百年之际，世界的目光正聚焦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政党，发展密码是什么？面向第二个百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于一些海外关心关切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谢春涛接受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做出权威解读。谢校长您好。你好。我们知道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其实中国大地上大概冒出来200-300个政党，但是绝大多数都烟消云散，只有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发展壮大，执政地位持续巩固。那么从世界范围看，能够持续执政超过30年的政党都是屈指可数的。您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密码呢？现在世界上党龄超过100年的党不多了，连续执政超过70年继续在执政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我觉得就得从它的历史当中找寻答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简单的说，是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确定要为工农大众谋利益，要推翻旧的不合理的制度。到1945年，中共七大就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年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还用一个寓言故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当作自己的上帝。毛泽东讲的是愚公移山的故事，毛泽东就用这个故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感动自己的上帝，感动人民群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一再强调人民至上。我觉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现在，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个理念没有变。我们从实践中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百年来为人民做了什么。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让中国人站立起来，让中国人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做了主人，可以说解决了近代以来其他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党都没能完成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又使人民群众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大幅度的提高。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科技实力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人逐步富起来了。至于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看18大以来的8年多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他的一切从政行为是围绕这样的理念展开的。从去年以来的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取得了新冠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基本上恢复到了常态。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当中实实在在感觉到，这个党就是为自己谋利的，跟这个党走，国家民族包括人民前途会越来越好。着眼第二个百年，您认为我们党面临的最大执政挑战是什么？要如何团结和带领人民应对这些挑战？党执政能力未来需要从哪些方面持续增强呢？中共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判断，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化成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0多项工业产品的产量、产能世界第一。今后人民群众除了继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外，他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有了更多的更高的要求。怎么样满足这个要求？他提出4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不光看清楚了挑战之所在，更分析清楚了挑战存在的原因，更找到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成功的做法。我认为习近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变化的判断是19大报告立论的基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论基础。那么还有一个某种程度上更难的挑战，国际方面的挑战。确确实实这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很多，变得很大，变得跟过去可以说任何时期都不太一样。这个变局对中国而言变得最多的，对我们来讲影响最大的、应对挑战最难的，恐怕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让有些国际社会的成员不适应，中国遇到了很多发展的难题。过去有些难题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没有今天这么尖锐，至少没有今天应对起来那么困难。不管有些西方人对我们怎么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定力，我们有自己的方向，我们有自己的节奏。所以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依然走得很好，走得很稳。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高度团结凝聚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够战胜，没有什么挑战不能够克服。从这个外国政党政要到普通外国友人，这些年来呢，能够有兴趣，他愿意去了解、观察和学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这个外国人也是越来越多的。您长期从事这个海外政党交流哈，也经常向海外介绍中共，我就想请您从自身的经历来谈谈，就是我们中共的执政智慧之中有哪些是它是具有一个超越国别的普遍意义呢？这些年来，我经常有机会跟外国政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的政要交流，我有机会到他们的国家，到他们的党那儿去访问，更有机会在北京，在中国接待他们的来访。我本人是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去我自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比较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历史可以说我都比较熟悉，但是后来有机会同很多外国政党有了深入广泛的交流之后，我发现自己过去的了解是不够的，缺乏中国共产党跟别的党的比较。很多政党是有共通的方面，我想比如说执政党，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执政，无论你自认为你这个党是什么性质，是要为谁谋利益的，为谁代言的，但是你所在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其实对你的要求跟别的国家的地区的老百姓对其他执政的要求其实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民众，都希望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给他们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机会，能够使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都希望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能够不断推进民主政治，能够不断健全法治，让老百姓有越来越多的民主自由权利，让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切实的保障，希望执政党能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产品、文化的享受。老百姓都希望执政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生活保障，
越来越好的就业、医疗、养老等等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再比如环境方面，都希望自己所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好，有洁净的空气，有洁净的水，谁都不愿意见到污染，谁都不愿意见到雾霾。那么我举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这五个方面，我们想一想，哪个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他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可能只会有程度的不同，只会有方式的不同，我认为实质上是没有不同。那么执政党都要满足老百姓这样的需求，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比一比，中国共产党在满足老百姓这些方面的需求的角度，那显然做的是好的。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哈，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也确实让人感受到了这个中西方这个差异。那么有人就觉得说，中国抗疫的成功就意味中国道路的成功，它可能对西方构成了威胁，甚至有人把中国定义为所谓的制度性对手。您怎么看东西方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差异呢？西方有些人他不安，他甚至惶恐，当然有他们的原因，其中有人就是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角度考虑。对，因为过去很长时间，甚至过去几百年间，西方人一直是感觉很好的。嗯，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们的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嗯，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苏东巨变之后，可以说他们的自我感觉好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历史终结论不是抛出来了吗？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终结了。一段时间他们兴高采烈，但是我们看世界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得越来越好，中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经过长时间探索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们看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尽管中国是后来者，中国曾经落后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想找出一条后发国家赶超的路径。那么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探索努力，也包括走弯路，付出了走弯路的代价，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条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建立了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我觉得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去输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意识形态、输出我们的制度、输出我们的革命，我们不会这样做啊！这样做事实上也证明谁想这样做也做不成，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他的政府和人民选择什么制度、选择什么思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那是他们的选择。这些年呢，我也经常有机会到拉美国家、到非洲国家，包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访问。我时常听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要感慨，他们上了西方民主的当，他们也在某些方面学西方，结果学来了内耗，学来了内乱，甚至学来了内战。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开辟的道路，那越来越让他们羡慕。我想呢，有些西方人感到恐慌，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等等，在各方面的实践中，让全世界人看清楚中国的制度、中国的理念、中国的价值观、中国的文化，那有独特的魅力，有独特的价值。
我们注意到呢，还有一类西方人士哈，他是这么声称的，他说中国共产党不等同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您怎么看待这种试图割裂党和人民的做法？您认为党和人民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您怎么看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我注意到了美国蓬佩奥之流讲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一样，啊，他们似乎不愿意得罪中国人民，似乎觉得也得罪不起，那么觉得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啊，不是跟中国人民过不去，目的是想离间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毫无疑问，他们这种努力是徒劳的。100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很小，党员人数很少，参加一大的党员一共只有13个人，被代表的党员总共也才有50几个人。中国可以说政党林立，有200-300个政党。显然在当年诸多的政党当中，中国共产党是走得最好的，是笑到最后的。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当年各种强大的对手。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新型政党制度，这是历史形成的，这不是哪个党哪个政治家想实现就能实现得了的。1945年抗日战争快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当中显然国民党占优势，而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与。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答应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要求，但是内战准备做好之后撕毁的协议，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进攻，向民主党派人士举起了屠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党各派共同召集新政协会议，协商建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广泛热烈的响应，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所以我们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以此选择当然不能定终身，一直到今天历史和人民继续选择中国共产党。那么我们想一下，百年下来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绝对是理性的、负责任的选择。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当中深刻认识到，这个党是为他们谋利的，这个党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跟着这个党他们就能够过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生活。包括蓬佩奥之流的一些西方政客试图离间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那绝对是徒劳的。他们这个图谋今天不会得逞，我相信永远也不可能得逞，中国人民这点看得很清楚。中国呢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哈，但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一些人士看来，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比方说有的人他就会以这个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观划线，他觉得中国是个异类，他把这个中西方的关系比作是威权和民主之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很多西方人有这样的认识，啊，那么前提我觉得是他们自己对自己国家民主的一种迷信，好像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他们那个样子，跟他们不一样就不民主，就是威权甚至专制独裁。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这种逻辑，哎，其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也是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民主，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的民主的方式，那可以说是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绝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这个不民主，甚至绝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这个民主效果比他们差。我记得过去有人有这样的说法，好像中国共产党是怕民主的，我说胡说八道，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着搞民主起家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自己的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局部执政的区
实行了真正的普选，政权的参与者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当年的普选今天想来似乎不具备条件，一个村都不见得能找出两三个识字的老百姓，怎么划选票？中国共产党人就创造了原始的投豆法。我们从老照片上，从老的纪录片上可以看到，候选人背对着选民而坐，屁股后头放一只碗或者帽子摘下来口罩上，给选民发选票，发黄豆的豆粒，你愿意选谁，你把在手里这颗豆放在谁屁股后头的碗里就完了。方式肯定是原始，但谁能说不民主呢？所以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认同，包括当年到延安参观的民主党派人士，无一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后来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民主，民主的形式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比如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和发展了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美国前总统卡特，包括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都来中国考察过这样的基层民主，他们公开发表过赞叹的言论。中国的民主绝不仅仅是表决民主、选举民主，而西方人呢，好像民主就是选举，就是全民公决，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啊，在他那儿不太有什么协商民主的概念，对，更没有这样的实践。而在中国呢，任何重要的决策在做出之前，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广泛的协商，而且协商民主在十八大之后已经制度化、机制化了。比如说执政党要出台重大的决策，在有这个念头，在确定议题的时候就广泛征求意见。那么文件草案本身就是集中全党全国智慧的这个产物，草案写出之后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修改政治局审议之后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讨论的时候，参加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包括列席的各方面代表，包括基层代表，都有机会发言，都可以提意见，提的意见如果有道理都有可能被采纳。那么等到文件要付诸表决的时候，往往大家已经对文件有了高度的共识，而这种文件通过之后也能得到有效的落实。我曾经跟西方大国的有些来访的人士讲过，我说像英国脱欧公投那样的事情在中国绝不会发生。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某一项决策会有不少人有不同意见，哪怕这个比例并不高，这样的决策一定不会马上付诸表决，一定会再搁一搁，再去协商，再去征求意见，再去调整。我曾经问过西方大国的有些人士，我说你了解了中国的民主运作之后，难道你觉得这个方式不民主吗？难道你觉得这个民主的效果比你们国家的民主差吗？应该说西方人士通过了解对中国的民主有了比过去更丰富的认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放眼世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认为中共应该如何应对变局中的哪些重要变量呢？那么展望未来，中共如何深化和世界的互动，进一步贡献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何处去，应该说都很清楚了。我们处理国际问题，同国际社会成员互动也很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个重要的场合，多次重要的讲话当中，已经对怎么样处理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提出了中国人的思路方案。可以说，总书记的这些理念、这些思想，已经得到了世界上广泛的、热烈的认同。过去这些年，我经常有机会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访问，所到之处，我觉得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好感。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跟有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不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全世界人民谋和平，也在自己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其他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和机会。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设想，可以说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响应，我们的主张在世界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赞同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当然依然会有一些人、有一些势力对我们的这些主张理念不认同，持续不断的会跟我们制造一些麻烦、一些障碍。某几个国家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他们的媒体的舆论也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舆论，他们的某些做法、某些规矩更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规则，更不能代表联合国的宪章。所以我想，不管西方有些人会做什么努力，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会越来越好，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环境也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能够同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成员实现良性的互动。好，非常感谢谢副校长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观众，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